再来看，自从今年九月呢，与相恋八年的男友梁学楚步入婚姻殿堂之后，郑希怡啊，转眼就从一个小新娘，然后变成了一个准妈妈了。嗯，所以一定要珍惜人生这段时期，就四个字：母凭子贵啊。是的，怀孕后的郑希怡还真的是十分受到大家的喜爱哦。这个基本上这个媒体记者是月月都会见到她的节奏，而她这怀孕的四个月呢，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见证她慢慢变胖，但是很幸福的过程。现在是四个月了已经，所以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。如今郑希怡每每亮相，必定是以腹中的宝宝作为开场白。不过这也情有可原，1999年便出道的郑希怡识别度实在不算高，此时不靠娃靠谁？胃口非常的好，大概是以前的两倍吧，然后胖了十几斤了已经。细细打量这身材，除了凸起的小腹已经十分明显，这十几斤胖出来的体重还真是全写在脸上。对于女星来说，发胖可是大忌，难不成郑希怡这是打算当了妈就全面退出娱乐圈了？人生当中能这样轰轰烈烈的胖一次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反正我有信心可以瘦回去。要知道这位妈妈淡定的可不光是自己的体重，眼看即将年末，郑希怡还打算来次年底旅行犒劳自己，坐飞机什么的根本就不担心。说其实现在坐飞机是非常安全的，所以我觉得圣诞还是去那个就是阳光海滩，就是休息一下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